次是为了花海做义工，我们义工群有50几人，分不同的时间段在这里值班维持秩序。现来的就是说花篮了，有的是从内地带过来，有的是在这边定制，然后我们的义工呢会把它摆放的每个人都能看得到，美观整齐，哥哥的魅力实在太大了。今天我看到了这一个海报，我就觉得很有味道，然后我就用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屏幕去投射出来的那感觉发出来。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它，然后到现在有十多年了，然后今天的话也是特地请假过来，然后给它献上一支束花。前两天开始就有上海啊、杭州啊那边的人，也是来他这里买花，也是送给哥哥的。然后早上还有韩国那边的粉丝过来，然后他还说反正以后要买花的话提前跟他说，打个电话给他，免得说因为今天花卖得太好了，然后白百合啊、白玫瑰啊这些哥哥比较喜欢花都没有了，然后他就找了一些也是白色的花先给我，反正心意到了就好。